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梗，不叫 U 盘。欢迎收看大型连续剧《拯救蔡依悠然》第26集。然后这局啊，居然遇到了粉丝猫啊！那么我真相只有一个，要么他变成佛系不抓我，要么我又会被他死死针对。那么预知后事如何，你们评论留言猜一下吧。猜中了那肯定也没奖，嘿嘿。开局直接出餐厅，有什么抢什么。那喝瓶富顿先。怎么太妃富顿又变小了？这怎么鬼？哼，看着一点都不大气。貌似看到隐身猫的脚气了，赶紧闪人。用圆滚滚的时候，我居然还能隐身，这又是什么 bug？ 跑这么远了都，应该没追过来吧？我去，把我的富盾都打没了，那粉丝还真是一心一意，一个圆滚滚直接跑掉，nice。还好我刚才放地雷奏效了，这波天秀。赶紧杀人！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啊，这就是我遇到粉丝后的日常生活，扎心啦，老铁！再放个地雷，这下可以跑掉了吧？关门，关门！貌似追了我整整两分钟了，哇，看来真爱粉无疑啦！不过爹怎么可能追得到我？看我这灵活的飘逸走位！再来一个瓶子，这个玩什么玩意儿？成功把我自己给坑到了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终于如你所愿了。不过你想太多了啊！居然想跑这么远，溜了溜了。我这个地雷炸得妙啊！终于给甩脱了。再推下奶酪，这个红点什么鬼？貌似卡操作了，哇，这个聊天框，不过问题不大啊，闪人闪人，再推下奶酪。那粉丝猫貌似又隐身，哇，你哪来这么多隐身哦？我去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没录上呢。